有两顶帽子，帽子，请两位帮我们戴上啊。来，这个哎，其他其他工作其他人不要碰，不要碰啊，戴好。其他人不能碰，不要碰。哎，戴帽子我们行的，可以。哇，帽子。OK， 需要帅，很简单，他就什么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剪刀石头布，自拔，赢的可以拔那个输的一根，一根拔出来。哦，海盗船的概念。哦，这个拔出来的，啊，所以抽到那个爆掉会怎样？爆掉就是会有开心的喜悦。哦，对对对，代表一颗星球。两位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有了。来，你想拔他哪一根？丁打丁胜负，这一根。这个吗？是的。好，请拔。一二三。好。OK。好。还有。还有注意。剪刀石头布。石头布。要哪一根？这一根。哦，慢慢的。这一根吗？这一根。请拔。一、二、三。哎。强运来了啦！来，可以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强运哥，强运哥，刘老大，强运哥。杨南北，我跟你讲，我慢慢明日问你，我从这根一直顺过去。好，我不要这样挑。就是那根，我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流汤了，白色的一块，哎呦，白痴啊，这什么认知水？你，白色一瓶，这个就是我在马来西亚喝的天哪。一起拔掉啊！哎呀，不是，不是，人家没输了。啊，恭喜获得一颗星球。拜，这没办法。来，各位啊，哎，珍惜啊，7-1，白球。我已经赢了。等一下，等我，我公道话。好。拔一球，那没有中的话，就给一颗，给一颗就庄家给就好。那不要了，没有庄家给，不是你们给。不要，庄家给。拔一球啊，没庄家给，给他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能一直活在那个十连败那个阴影下，要不要？你要走出来。哎，有四分之一机会。等一下，就 OK 了。确定吗？那改成你命运啊。好，我们有信心。有信心，加油。这一次抽到他，弄死他就证明你的命来了。Hello， 到底要不要抽啊？要。我等很久了。一球，来一根。好 ，OK， 一球哦。好，来哪一根？我转给你看。好，别动，OK， 选好就这个。好，一、二，开。好来。因为现在三颗变成33.3%循环的机会，所以你们要拔这一根的话，非得要两球，没有拔中两球，那如果有拔中的话，一球拿回去，哎呦，漂亮吧？来回喽。我们决定要帮助 Kid 走出他的，对，就是脱衰啊，脱离衰 ，OK， 退衰，脱衰仪式。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女人最可怕的第六感，这个时候要拿出来。哪一个？黄轩了，黄轩。来，等下，右边出来。一二三，你们两个一起讲，一二三。一。他讲一号中间。这两个都中间。你们中了。他两个都中间。那我呢？他不中，相信你。一啊。好，我相信他。好，好，这根。我。好。那记得很贵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呢？三。严重犯规，点拔以外再加一颗，三颗，谢谢
了，下次判你不行。东道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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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先不判，先不判，先不判。所谓的红牌驱逐出场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恭喜三颗。哎，好臭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而且这个颜色还弄在脸上，都在那个光头上面，都拿下来好不好？不然就你不用戴了，你戴我们两个轮流拔，看谁拔中。他说这个也有道理哦，我戴，然后你们两个一打一个，看谁拔中的话可以获得三颗。然后你们认为我是白痴吗？